钟左右。那一火的大小大约，延迟也是要在五分钟内就会完成。那烘烤之后，我们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散热。散热的话，你大概有看到我这个青色牙这个吧？这个哈，都落去。大家去散热的话，就这样子。啊，散热。无啊，这讲你假的。对。那散热完之后，我们就进入要手磨。手磨的话，到了这边来，大家看到手磨，转一转，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手磨的感觉。你会听到那咔咔咔的声音哦。那再来，你可以拆开闻闻它的味道。大家知道说磨咖啡是最香的，所以说刚磨好的咖啡，你品就足香的，很香。那我们就开始要进入我们的手冲。手冲的话，一个棒拿滤纸。进入手冲。最好。你也不给我。这个观念就像人家在品茶的观念，所以说这个一煮起来的话，前后大约在半个小时左右。所以说我们一个梯次基本上我们会设定在一个小时。最主要是你一杯咖啡煮好之后，我们加上品尝咖啡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。今年华山音乐嘉年华季将从我们的10月13号开始，那我们活动时间为期是3个礼拜，那我们到11月28号哈。那这个活动期间内呢，我们有一些很丰富的一个活动内容。那有我们现场除了有音乐的一个表演之外呢，我们现场有不插电的主题咖啡馆，还有一些我们的那个农特产文创市集。然后为了要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参加，我们在活动的内容当中，我们还有一些亲子的一个写生比赛，画画比赛，那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。